我在做这个系列作品以前，我其实是一直在做雕塑。大约在10年以前，我的工作室被政府强行拆了，我就用这种方式去表达我的抗议，来引起更多的人对艺术家在中国艺术创作的一种关注。我最初是一直在做和中国的环境和与中国的问题、社会问题的一些作品。然后呢，之后呢，就慢慢有机会，比如说在国外有一些像纽约、像欧洲，有一些机会去展览自己作品，也顺便在当地做一些作品的时候，我发现不光是中国，其实每一个文化、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这个文化里边一些问题，然后我就尝试着去表达它。然后我就选好我的位置，选好背景，选好我的位置，然后就站在那儿当一个模特，让助手来帮我画。我其实在中国，我有自己的团队，我有自己的助手。然后在不同的国家，我会在当地找一些，一个是一些助手来帮我画，也都是非常好的艺术家。因为我觉得，比如说我拍的这个杂志这个作品，其实我在此之前，我其实在不同的国家，这应该是第十几张、12或13张作品。其实我尽量的去想去表达这个国家它不同的一些方面，因为在不同的地方的杂志是不一样，它的封面的这种政治人物啊、莫维斯大，甚至说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。我尽量是通过作品来表达他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国家一些特有的一些问题。我觉得其实从艺术角度讲，有很多种，就不同的艺术家会有不同的创作方法。比如说你刚才讲的，说有共同的一种语言，共同的一种艺术的语言，和国家和这种文化没有关系，就大家共有的一种语言，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有的。而且同时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，也应该有一种说和原来不一样的方式去注视现在的社会。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，应该有一种和原来不一样的创作方法去适应现代的人类社会。但是我的创作方法呢，其实非常，我的个人的方法就是从人们经常看到的一些环境里面，去寻找一种和原来的不一样的东西。